运动呼吸不算，骨盆松脱真要命。像比方说他运动，然后去做他的呼吸技巧不对，会让你的骨盆底比较松弛。久了会怎么样呢？膀胱啊、肠道都会掉出来。怎么可能？那个小的地方肯定没有了。今天晚间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